江哥吗？江哥，江哥，八栋呀，八栋呀，清洁队门口，清洁队门口，快点，快点！给我下来！拿下！人也下来！把吊子拔掉，人拿下！站住！本分局员警接获毁损及窃盗案件报案，于前往途中发现涉案车辆，员警示意该车停车受检，为该车拒检逃逸，途中两度冲撞员警人车，造成警用机车受损，所幸员警及时闪避未有大碍，该车也趁隙逃逸。本分局接获通报后，立即实施拦截围捕，于50分钟后，距离案发地11公里远的头屋乡再次发现该车踪迹，经员警尾随拦查，终于在明德水库内产业道路将郭姓女驾驶人车拦获逮捕，全案依窃盗、毁损及妨碍公务等罪嫌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